果，今天没有喝酒就不扣弹幕了。芒果刷点，芒果刷点。我这个光是不是不好看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上镜真的不好看啊。我脸是不是很圆啊？我都想去打瘦脸针了。什么疯疯的摄像头里面我更不好看好吗？我这是开了一点瘦脸的。我要去参加那个青春号吗？我怕，我真的怕我那个，要去好几天吧。我看了，他给我发了，我看到了，就是去旅游嘛，大家一起。我觉得我如果去的话，我会暴露本性的，就肯定会特别嗨，就不是这种去吃苦吗？为什么到我这儿变成吃苦了？谢芒果说球，谢芒果的两架飞机，人头够了，我们人头都够了。跳个舞，别！昨天喝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开花了是什么鬼啊？你们什么弹幕？我现在没有喝酒。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再喝点呢？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喝酒了，所以喝点。我跟谁喝啊？跟闺蜜喝吗？闺蜜在我旁边。你要喝酒吗？你要喝吗？你要喝吗？我们吹瓶。他那边有没有酒？你看那个小肚子里面有自带的酒，没有的话就只能去超市啊或者点个外卖。没有啊，就只有可乐。问一下前台有没有吧。好，你打电话去问一下。我都没有支架，我这个手机都不知道放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好，这边的话有没有啤酒啊？有啤酒吗？买伏特加。好的。
我这不会走光啊，我里面穿裤子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外卖可以点吗？真的是我们都在都是的是都是。那我换一个位置啊，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放啊。我这个充电器它，我换到这边来。这样谢小姐就入境了，谢小姐。我们要男友视角。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别这样，搞得好像我是这样的人哦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在路上，就是有很多人跟我打招呼，嗨，美女，我说嗨，还有吹口哨的，我真的太久没出来了，没见过世面了。天天待在家里，我拍了好多照片，到时候发到鱼吧里。我没有蛀牙，我戴牙套了。已经快齐了，等我牙套取了，我就是一个美少女了。不会从昨天回酒店就没有出去过吧？我出去了呀，我今天不是去逛了吗？然后还去外滩了，然后还拍了很多照片，等下发鱼吧给你们看。现在牙有点丑。我都不敢笑、哦、你不出门就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，就我感觉我上峰峰那个镜头就是特别的脸特别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很不自信的上他的镜头。嗯，我怎么感觉别人都那么脸都那么小，只有我上了镜头脸那么大呀、啊，现在不是素颜啊，不是素颜。其实我本人没有那样脸那么大的，真的听不下去了，你们这些逼真能舔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真的假的？你们太会夸我了，真的。其实本来我是很不自信的，你知道为什么不去上他的节目吗？因为我觉得他身边美女太多了，我过去。我是比较耐看的型，我不是一看就觉得很好看的，我就是看着看着，
我是不一样的美。我只是腿比较长。本来今天去买衣服也没买到。什么都没买。明天再去逛一下，明天。你们想买什么？你们想要什么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的脸好圆。明天下暴雨吗？下暴雨，撑伞逛呀。我看了，我看了那个视频了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弄。这个月月底吗？谢老张，谢老张的飞机。好，我去吧，我去吧。要是握着你带走，让你爱上我，有了酒我已经爱上你。我说我的，我其实歌声还可以，是不是？我唱歌真的没有那么难听吧？昨天听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唱的是比峰峰唱的要好听吧。这是什么鬼？我觉得我比峰峰唱的好听啊，我不管。你有加酒吗？啊？你有加酒吗？啊？加了？加了几瓶啊？啊？啊？你闷在被子里面，我怎么听得到？他声音音乐放这么大，我这样看我感觉有点像港星。你错了，我们最讨厌女人了，真的吗？我给你们看我的腿，长包了。被蚊子咬了一个包。别，我们不是这样的人。爱酒。
镜头脏了吗？我看一下。主要这边的光它不是很，我没有地方放手机啊，我放哪里啊？你放照片吧，我给他们看一下。谢谢猴子传媒的飞机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拍的照片。等一下，嗯，哎，好模糊啊，我这个手机真的看不清楚的，看不到脸。给你们看我们的战斗结果，这是两个女孩子在吃的。买了个榴莲没吃呢，这苹果的画质就这样，你们打开你们的手机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很模糊的，真的。拍我的脸都有点模糊。你是我的关键词。等一下，我自己会发的啊。我没喝酒，等会儿喝，有三瓶酒，买了三瓶酒，就去那个外滩，然后周边逛了一下，喝三瓶吧，没关系的，大瓶，他买了三大瓶。啊，周周你中火箭了。别喝呀，要不然我也想喝了。他们想看我喝酒，哎，我真的很少播户外，然后我在想要不要。哇，谢我周周的亲亲火箭，谢我周周。下雨啊，那峰峰就这个时候找我，好亮啊这个灯，我把这个灯关了，等一下。我这样会不会警告啊？好一点了吗？就不会曝光了。我还又有点黑，这酒店真的不好搞啊。被子里那个人出来吧，我们看到你了，他不想出来。我确实有点像裴秀芝啊，我从小从高中他们都这么说，怎么加微信？超火加微信小哥哥。
因为我来上海了呀，来上海了。好的，我帮我朋友问的。你朋友是谁？哦，明天回杭州。无中生有。七小姐她不出来，她就躲在被子里面。你出来吧。你要你出一下嘛。来嘛，来呀！经过我多多的劝笑，他，唉，最终还是拒绝了我。我没有这个魅力啊。七小姐不出来取关了，全脸全身都看到了。你们不要这么说嘛，这样说夏姐会。我是小时榜第一啊，我的天哪。嗯嗯，本人更好看对吗？这才会讲话嘛。夏姐不要装死，我都看到脚趾啊。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的专业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我真的是。快到了。啊？嗯，酒快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杯子。不能漏酒瓶。不能漏酒瓶啊？不能漏酒瓶，可以倒在杯子里面。芒果，爬爬爬。芒果要不要来喝一杯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害怕，我们两个女人。感谢感谢跳哥的雷霆火箭，摸摸。他们老说跳跳跳，我就感觉好像说跳舞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芒果血钻。芒果还没你高，不要怕。哦，芒果你没有我高吗？芒果他不配。芒果啊，不会吧，四十了吗？打不过我。讲真，芒果站和七妹站一起会比他男女，嗯，对，是的。峰峰都感觉我长高了，峰峰，因为我没有支架，我没有支架，那我放在那个桌子上看一下，因为我在这边充电啊，靠了一下，喏，充电头在这里。被蚊子咬了一个包。
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坐在这边，换一个地方充。不太行呐。我没有支架，真的烦死了。你别这样，我们是正经人，我没有，我刚差点摔倒了。我先把充电头拔了，我都没有地方放手机啊。把灯带关了，太亮了吗？这个灯带吧。哦，哎了，这个灯带关不了。哦，不行，这样太曝光了。啊，这样可以。可不可以躺着播呀？行，啊，不行。不能躺着。哦哦哦！不要来超管，我害怕。我没地方放，我实在是找不到地方放手机啊，我真的。哎，烦死了。我没有支架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里又好矮啊。这是在宾馆，在宾馆都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靠，这你都看得出来什么？放手机，放到这里。放到这里太黑了，不行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地方放手机。我手机在直播，我怎么看手机啊？给我找个东西放手机吧。纸巾盒。嗯？没有。
能看得到我吗？我怎么看？我怎么看不到弹幕了？你重新刷一下，它要卸卡了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我去 PK 看一下。好的好的。可是我看不到弹幕啊。啊。那要不重开一下。我去 PK 看一下。那要重开呀、啊。可是我看不到弹幕啊，弹幕啊，弹幕啊。好了吗？还会卡，我的天啊！你看不到吗？看得到。欧阳的板卡，嗯，周周晚安，周周晚安。你放这种歌，我等下要跳起来了。那有舞蹈区嘛？那就有点感觉。放小小声一点。能跳，我现在跳肯定就进去了。我为什么停留在你这个图片上？这样显脸小一点。小时榜第一，我成为小时榜第一了，我的天哪！平时直播的时候都没有。507哥哥升到20级吗？谢未来可期的办卡。觉得主播丑的不要看我嘛。是异性挑战哦，第二天了现在。
谢周周的两个飞机。谢白小盖的1288星星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你们，你们跟我说说话。谢小姐好兄弟，全是舞蹈，全是舞曲。除了跳舞就没有别的可以跟我说的吗？我又不是一个跳舞的机器。就都谢小姐吗？好。他们让我来搞你。搞黄色。哼。那你收到什么叫什么叫霸王硬上弓？感觉好像在搞黄色啊！不能拍床啊！不能拍床啊！哦，我不知道。我没有，我没播过户外，我不晓得。还剩几分？你不要点五吧？我还有六分。谢老张的飞机，谢老张。昨天不是在我直播间跳的吗？昨天是在峰峰直播间跳的，没关系，要扣也是扣他的分。你看电梯卡是不是在你那边？扔过来一下，扔过来。你自己拿呀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别看腿了，我怕得慌啊。哪儿啊？我刚刚放哪去了？我跟你讲，我本人五官也好看，就上镜会把脸拍大。
真的，我真的。能不能退出我直播间？有回音哎。我不是大嘴唇子，你知道吗？是我戴了牙套之后，它就撑起来了。嗯。我没有支架，好烦。我脸其实真的不大。我离远一点，妈买皮的。这怎么放啊？这没地方放手机，又不能拍床，那怎么弄啊？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把这个桌子移一下。这光太亮了呀，这里的。哎呀，你关一下看看。这样看一下。哎呀！烦，我没有支架呀，这是最烦的呀。西瓜吧，我AV 画质也没办法了，我手机就这样子呢。我美颜没有开啊，这个苹果手机就这样的，你不信你自己开一下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只是加了点滤镜，因为戴牙套了，对。
搞黄色。打开门哦，我们喝，我们吃什么呀？你有没有买点吃的？没有，你不是说不吃吗？杯子，把这个杯子，外面没有杯子怎么办？那个，他那有杯子。啊！啥？酒拿过去，放那边啊。我在上海，对对对，还在上海。喝酒拉丝吗？一达不在哦，我来点赞可以吗？哎，一达，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一达了。一达天天关心你，关心我啊？你跟七在干嘛呀？七什么时候播呀？你不要加他呀！我没加他，他 QQ 可以在群里私聊的呀，你不知道吗？哦，这样的操作啊！谢谢小哥哥的班卡，谢谢。是尼尔总哥哥的班卡。我刚吃了西瓜，现在喝酒肯定会很苦吧？换牌子袋，好。你拿到那边去了，到时候你可以。哦，对，不能喝。哦，倒啊！你不要洒出来哦。倒满。有没有骰子啊？我们玩石头剪刀布吧，谁输了喝一杯，不是喝半杯吧？喝半杯，三分之一吧，四分之一吧。这一杯有点大呀，四分之一是有点大的呀，扎皮了都。他们让你出来吧。一个小键盘侠。哦，尼尔总，尼尔是啥姐姐啊？谢谢小姐姐的牌子，谢谢小姐的班卡，欢迎，谢谢女孩的班卡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哦，输了，啊，出师不利呀，完了呀，好苦啊，这什么酒啊？雪花呀，你要跟我勇闯天涯吗？雪花，勇闯天涯不苦啊，我觉得勇闯天涯是最不苦的酒了呀。好吧，石头剪刀布。我知道有一项东西在上面，我居然赢你两局。这游戏不适合我，我觉得我们换点吧。那换什么？这样下去我可能会输到，可能三瓶都是我一个人喝。嗯，要不三局两胜。玻璃都看出来。喝不下去了，等下就。现在觉得啤酒好难喝，你尝一口，真的。还行啊，我觉得最不苦的一杯酒。
来，三局两胜。嗯，十。谁要加我微信啊？好难喝啊，太苦了，我喝不下去。你估计加就是刚才那个西瓜吃的，雪花好像是最不苦的酒，它没什么酒味的呀。超火加微信啊，对呀。你为什么要叫妮儿啊？你可以换别的名字，你叫妮儿的话就太像女孩子了，知道吗？换音乐吧。我好像回到了高中的时候，然后跟他们摇骰子，然后手剪刀布，然后喝酒的感觉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没有连上网吗？连上网了呀。因为南波是男的呀。不平啊，对啊。开始喝了吗？对。哎，为什么没有？我输两把了，真的。琪琪说话，你儿脑子嗡嗡的，是什么鬼？南波是男的吗？南波不是女的吗？南波是女的呀。对呀。南波大魔。哇！这是一发吗？哦，十连击哦，谢谢谢谢，出了啊！他终于出了皇冠，不是皇冠啊，那个魔法棒，魔法棒哦，没看到特效。十发，然后抽到了魔法棒，还是挺赚的，还是挺赚的，比心。赚一半。这个投屏还要指定的网络才可以投屏。投屏干嘛？玩音乐啊。你放这种歌，我等一下就真的跳起来了。先喝着，快点，来手剪刀布。三局两胜。快点，你搞快点，快，石头剪。你就放这种歌，我忍不住要跳舞了，真的。来，你跳一段。等一下，超管来了，我真的。谋福利，我可不可以？这样行不行啊？这样就不会走光了。别了，你这样就会被警告啊！我怎么，我是一个鬼才？你不要放到那边会警告的。那你看，开花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什么意思？好暗呐、啊，那边灯可不可以再开一个？嗯，你这样子给他们看照片，手机放到前面，你看能不能看到？你看。好像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啊！我到时候发对，你发就行了。哇！怎么样？我突然感觉脸小了。亮的，亮了吧？太亮了，这里有个灯不能开，要开那边的灯。嗯，这样。不能开这个灯，我都说了。嗯，这个吧。把这边那个灯也开起来呀、啊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面我已经喝了。你这怎么，我还没跟你玩你就自己先喝了。太苦了，
太苦了，你尝了没？不苦啊。你喝了没？不苦。那你把它一口闷了，看一下。你哎，在套路我！我又没说我为什么要喝 一口闷。来吧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一局。我不想来了。啊，来，快点！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玩啊，妈卖批！哎、啊，石头剪刀。来快，石头，不来了不来了。那这个酒怎么喝啊？那你就跟他们一人一杯的喝。你让兄弟不，屏幕前的兄弟们拿起酒杯跟你一起云喝酒。一人一杯的喝，不要怂，就是一人一杯的喝。来干杯！把那一杯喝完，我把这一杯喝完。来干杯。我就觉得他气有点多，我觉得他比那个，我牙齿被冰到了。我跟时光喝，好冰啊！我跟时光喝那个什么，太冰了，太冰了。比那个酒要好喝，我那个时候还天天想着喝那个酒嘞。我跟他们过年的时候去包厢，我就喜欢喝这个。啊，我宁愿喝那个，来回温州喝雁荡山不？我宁愿喝百威，真的。这个比雁荡山好喝多了。喝一点头都晕了，没有了，瓶空了。跳地是谁啊？跳地，一打呀。就是一打。对啊。温州的老乡啊，对啊。一打又出来了。对啊。一打。你不要每天搞一些有的没的，真的。我都在鱼吧看到你跟别人要微信的那个了。来，马上，来，我觉得好冰啊！公爵刷点啊，一打，一打，你现在都公爵了，能不能刷点啊？给萌七，给饭吃，给萌七喂一口。给你倒一点，杯子伸过来。嗯，杯子伸过来。妈呀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我只能侧着做。你要不那个大枕头把它放到腿上垫一下。要微信直接的效果。你帮我拿个皮筋。哪里来的皮筋？我想把头发抓起来。那是什么？卡。我想把头发卷起来。那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去全家买。算了。全家有啤酒啊。你要不要买点下酒的？嗯。啊？要不要？要的话我就去买了。是楼下吗？对。你去吧。妈呀，下酒的回来了，哦，333办卡，哦，你去了，没有下雨啊？你看外面有没有下雨？看外面有没有下雨？
谢谢跳跳的三三三张单卡。对，下去。跳哥骂水，跳哥一打骂水友。禁言他。没事，带节奏禁言。好，晚安，人生晚安。一达，听说你最近就是很嗨，就是开了公爵之后，各种嗨，真的。看看安全裤呗，姐姐，我给你一个大嘴巴子，看看安全裤呗。不会走光，我里面有穿裤子的。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不能直着坐，因为直着坐裙子会走光，我只能侧着坐，我只能这样坐，要不然我手机没地方放，这好烦，真的。理你干嘛啊？嗯，艾米蒂，我不能跳舞，我没有带，我们真没带衣服，我就这两，就这带了一件一套衣服，我本来想着就是做完活动就回家了的。开个毛的花，没有开花。哪里开花了？天天说我开花了，开花了，什么鬼呀？1000条弹幕，还那还不是黑幕聊天吗？啊！谢323的班卡，谢谢小哥哥的班卡，还是香的呀！我昨天没有出汗啊，哎，一点点。我还好吧，反正今天没有味道啊。女孩子怎么会有味道？女孩子的味道是香香的味道。来个五证明没有开花。开花是喝醉了吗？开花。我现在没有喝醉，才喝了一杯。不去了，去了一群骂人的，骂什么、啊？女孩子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香香的味道啊！你觉得是什么味道？啊？再香你拉的屎！七七不换衣服，海的味道我知道，你给我滚吧！我这衣服还是很香的，真的，虽然我没有换衣服。等一下给你们放啊，就是闺蜜出去了，她把手机带走了，别理这个烂公爵。我靠，就是哎，一打我们就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这开个公爵你也不给我送个飞机什么的。跳哥不在上海，跳哥在国外，我怎么见他？空了吗？这么快就空了，送给哪个小姐姐了？我知道是跳哥给他开的，我知道，很多人跟我说了。嗯，什么给峰峰了？什么呢？嗯，哦，他把鱼翅全都给封封了是吗？彻底开始混了，明天就回去了。哎呀，老说我混呢。我明天真的回去了，不会走光啊。
我坐的都难受，我等一下就要下播了，我感觉。我这真的没有地方放手机，我就只能放在这里。就一个桌子，然后这桌子还很矮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坐在这里的话，我又会漏，打底裤就会漏。留个鸡。一达，你是学生吗？我怎么感觉你讲话就很像那种社会上的那种流氓头子那种感觉，真的，你是学生吗？欢迎挪威，我在上海，明天回杭州了，很像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真的，你大二吗？高中生不好好读书去，你哪知道我是学生啊？因为他们说的呀，我看弹幕啊，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，投诉你，你知道吗？在鱼吧里面，我去看风风鱼吧，你小心点，真的。你憔啊？我憔悴了吗？没有睡好吧？可能喝酒喝的。正道的光，青春号，我看吧，我到时候去参加吧。我觉得你们很想让我去参加那个，但是好像要很好几天哎，是不是？哇塞！旁边的人敲了一下，三天吗？三天还好。啊，三天还好吧。我以为是一个星期那种玩，我看了视频了，我昨天去看了视频了。你干嘛呢？我播一会儿，等会儿我就下了。谢教父的板卡，谢教父。就跟你们聊聊天，明天就回家了，明天就回去直播啦。谢谢小白胖子的呵呵，不要看我的脚，我的脚不好看，在外面就别骂一达了。哦，哎，现在几号啊？不要骂人啊你们，哎，我跟你讲一打，你再骂人，真的我就把你禁言了，你信不信？公爵，他们不是说开了公爵之后就会高冷起来的吗？果然啊，真的不是自己开的就没有这种感觉，可能没有这种。小姐怎么还没有上来？我真的，哎，我播不下去了，
看你们在那里怼人，真的。能不能不要怼人？找到了，我们玩。酒。玩什么？怎么玩？我还是拿在手上吧。你放那吧，我们喝酒。我肚子没有这样。尿尿。行不行？尿尿。输了的那个人喝一口。行吗？我买了扑克牌。没有，不理你弹幕，这没有，我看不太过来，就是手机上的弹幕太多了，然后刷上去太多看不太好看，就它只有一个小屏幕。等会儿就吃榴莲啦。看的我也想喝酒了，哎，跳哥还在不在？来吧。榴莲吃了上火，少吃点。嗯。就买了两块。欢迎蜗牛。这个 VIP 是怎么弄出来的？你已经不是以前的。这是在干啥？我播一下户外，跟他们聊聊天，等会儿就下了。来吧，我们玩牛牛，玩牛牛喝酒，把这一天的酒喝了，放点音乐。不跳舞。嗯 ，solo， 晚安，拜拜。几点了？嗯，看一下，40。几点四十？0:40。10:40。0:40。0:40。啊。12:40啊。啊。哦。晚安，外先生。那我也下播了吧，我不想看他们在这边吵。下播去把图片上一上。他不露，我。他不露脸的。两个人在这里喝，没有喝多，就喝了一点。眼眶怎么红了？就是被你们气的呀。选哪副牌？
不要点歌吧，我等一下就下了。我们把那一瓶酒喝了就。嗯，选哪副牌？就那个了。左手边的，右手边的。七七，选左手，选右手。左手。左手这边。嗯。先看一下你的牌。我输了，牛牛。我牛牛啊。嗯。我看看我是什么。我牛丁。牛一。现在喝还有点苦了，刚刚前面没什么味。选左手，写右手。左手。哎，左手。左手。牛五。我牛三，我好想把这块肉给弄了。左手，右手，右手。谁的老公是个公爵？什么鬼呀、啊？晚安，晚安。你们早点睡啊，拜拜。明天直播间见啊！明天电脑直播间见。Bye.